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欢迎小哥哥们，欢迎大家，还有感谢关注，晚上好。当又回来了，欢迎大家，还有感谢关注哦。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点点赞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我一天播两三次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感谢小星星，感谢关注。小飞侠在哪？哦，我看到恰恰了。那个小飞侠，你看一看这个恰恰，刚刚恰恰哥，你没有拍他，谢谢点赞，谢谢关注，还有感谢小星星，欢迎琪琪，欢迎小哥哥。那个小飞侠，你能听得到我吗，飞侠？那个，刚刚的恰恰哥哥你没拍他，谢谢关注。男的，看不出来我是男的还是女的吗？哇，谢谢，感谢小明哥哥。感谢小明哥哥的真的爱你，感谢支持，感谢小明哥，还有感谢晴晴，爱你，欢迎大家，欢迎来到直播间，小明哥晚上好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榜二小姐姐，也是跟我一起跳舞的小姐姐，欢迎大家。晚上好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一个小车车。啊，今天穿的是普通的袜子，没有穿那个会反光的。关注了，欢迎大家。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这里，欢迎大家。直播间，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点点关注哦，然后也可以支持一下一个小车车。我给小哥哥们开一下福袋吧，我看一看还够不够抖币。给大家开了个福袋哟，大家都可以参与。欢迎来到直播间，还有感谢灯牌。
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多多的支持哦，可以支持一个小车车。今天穿的是高跟鞋，但是跳舞的时候不穿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多多的支持哦，可以支持一个小车车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感谢撩一下。看一看高跟鞋吗？刚刚开播，刚刚开播，欢迎大家。今天是这样的穿搭，穿的是这样的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哟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恭喜大家获得福袋。这里是之前开的女仆咖啡店，不是工作室，后来被开倒闭了。当欢迎来到直播间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下一个小车车哟。对，是女仆。括号小哥哥，你也可以支持一下不同的小礼物，你也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礼物展馆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还有谢谢关注，喜欢这套。这套的裙子我刚刚换了，因为它原来的裙子我忘记丢哪了。欢迎大家，裙子换了一下，上身没换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哇，谢谢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我们小熊饼干，阿里嘎多，感谢支持，爱你。感谢小熊饼干，感谢支持。小熊哥哥，你看得到榜三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小姐姐是上次跟我一起跳舞的那个小姐姐哦。刚刚姐姐有拍一下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欢迎大家。没事的，恰恰差的差不多，我换一个歌，差不多。哇，这个歌好嗨呀！欢迎大家，声音是天生的。袜子是那个蓝蜜的。欢迎大家，有过膝袜，1.55米，小个子。
是直播，不是录播，欢迎大家，大家也可以看看这里。欢迎大家，我要真有那么高就好了，我也想再高点，可惜是个小个子。谢谢小星星。欢迎大家，感谢关注。但是现在男生都喜欢那个个子比较高的小姐姐。欢迎大家，心愿是这个一个小车车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感谢我的赵先生，感谢赵先生，我给小哥哥把鞋子穿一下。感谢赵先生，感谢支持，爱你哟。就感谢赵先生，感谢支持。赵先生，你看得到榜四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。刚刚姐姐她又帮我拍一拍你哦，小飞侠就是之前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双倍快乐。双马尾的快乐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喜欢的话我们可以支持一下一个小车车。想骑马，这只马吗？欢迎大家，谢谢关注，感谢分享。这是我的爪子呀，我是对镜播的。感谢我幽火大人，感谢支持，大家可以看看这里哦，我把鞋子穿一下。感谢我幽火哥哥，感谢支持，爱你哟。就感谢我幽火大人，幽火哥哥，你看得到那个榜四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。机器哥哥，你也可以支持一下，一个保时捷就好了。小飞侠是上次和我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刚刚姐姐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是直播，欢迎大家，我是尬舞主播，就瞎跳，大家不嫌弃的话也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哦。
家，还有感谢灯台。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多多的支持哦，可以支持一个保时捷，一个小车车。谢谢灯台。穿的是高跟鞋，但是高跟鞋就是跳舞不太好跳。我把歌换一下，因为本来跳舞就不好，再穿鞋就跳得更不好了，所以跳舞的时候不穿。1.55米，今天是普通的黑色袜子。欢迎大家哟，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下一个车车哟。对，个子很小，对，1.55米。因为我的手很大是吗？所以看着不像，但其实是小个子。感谢 M 哥，感谢支持，阿里里嘎多。感谢 M 哥哥，感谢支持。感谢支持，感谢 M 哥。M 小哥哥，你看得到那个绑舞的小姐姐吗？绑舞的小姐姐就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刚刚姐姐有帮我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M 哥是私密号呀，原来是这样，欢迎大家。是直播。然后没开那个长腿，谢谢灯台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。绑舞小姐姐叫小飞侠。M 哥哥，你也可以退一下波波间哦，因为你是私密号。我是尬舞主播，瞎跳的尬舞主播，穿的是高跟鞋。专属直播会通知大家，小仙子，晚上好。括号哥，你可以支持一个小车车就可以了，欢迎大家。这身算是 JK 也不算 JK， 因为裙子乱搭了，本来应该算 JK 吧。欢迎大家。哇，感谢我胖子，感谢胖子大人。我把鞋子穿一下，感谢我胖子大人，感谢支持。当，感谢胖子大人。胖子哥哥，你看得到那个绑舞的小姐姐小飞侠。小姐姐就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刚刚姐姐她有拍一拍你哦，待会儿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红发你也可以看看这里，欢迎大家。
感谢支持，谢谢。感谢我们红薯哥哥，感谢支持。谢支持，还有感谢我小歪哥的小星星，谢谢。红薯哥哥，你看得到那个榜六的小姐姐吗？榜六的小姐姐就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刚刚姐姐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双马尾的快乐。小妲己，请尽情吩咐妲己主人。欢迎大家，谢谢关注。我看一下，小弟你的大号叫啥？哎，哇，感谢红发，红发你也支持了耶！感谢我红发哥的小车车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我红发哥。红发哥，你晚点，要是我下播你无聊，你也可以拍拍我。欢迎大家，欢迎大家。一米五五，一米五五。那个小弟，你的大号叫啥？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，大家要是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下一个车车哦。我的腿好像是70-70-80吧，70-80厘米，没那么长，小个子。欢迎大家，我每天播3-4-5个小时。欢迎大家。大家喜欢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下一个车车。欢迎大家，舞蹈都是瞎跳的，瞎鸡儿乱跳，跳的不好看。不嫌弃的话，也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赞呢。是直播。可以看看这里哦，欢迎大家。我后置对镜，所以显得清晰一点。感谢我括号老板，感谢支持。感谢我括号老板，感谢小哥哥，感谢支持。Thank you.
谢支持。括号哥哥，你看得到那个绑舞的小姐姐吗？小霞姐姐就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小改改。小改改刚刚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双马尾的快乐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喜欢我们也可以支持一个小车车。欢迎大家，我在江苏的丹阳。哇，感谢我困困阿姨的大豆，我把鞋子穿一下，感谢我困困。感谢支持。就感谢困困，困困，你看得到那个绑舞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，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美女姐姐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欢迎大家，对着镜子播的，对，我在丹阳，双倍快乐算不算快乐加倍？00年的，感谢鸡鸡，感谢支持，爱丽嘎豆，还有感谢关注哦。哎呀哎呀，把鞋子穿一下。当，感谢我鸡鸡，感谢支持。鸡鸡，你看得到榜六的小姐姐吗？上次一起跳舞的美女姐姐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双倍快乐。直播，直播不是录播。哇，谢谢大家今天好大气，还有感谢我别姬，感谢别姬，感谢支持。感谢别姬，感谢支持。爱你哦，感谢别姬。别姬，你看得到那个榜九的小姐姐吗？榜九的小姐姐就是小霞姐姐，姐姐刚刚有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双马尾的快乐。小括号晚点你也可以问一下我。大家也可以看看这里哟。哇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我坤仔，阿里嘎多，当，感谢坤仔，感谢支持，阿里。感谢支持，还有感谢我小哥哥，谢谢四里，
感谢支持，大家今天好大气呀、啊！谢谢，还有感谢我百元老板。感谢支持，爱你哟、哦！谢谢我们家小哥哥的支持。我1米55，84斤。坤仔还有百元哥哥，还有四力哥哥，可以看到榜九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，小姐姐是之前一起跳舞的那个漂亮姐姐，刚刚姐姐有拍一拍你哦，可以了解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谢谢关注。1米55，80多斤，小个子。啊，没有没有，我休息了，就是中间会休息的。可以一只手拎起来是吗，小个子？什么舞都没学过，都是自学的，就瞎鸡儿乱跳。大家不嫌弃的话，可以点点赞，点点关注吗？就瞎跳，脸皮比较厚。欢迎大家，大家可以看看这里。之前做过游戏主播，做过颜值主播，然后最近转型的舞蹈主播，跳的可能不太好。啊，袜子是普通的黑色，因为有小哥哥说看那个看腻了，今天给大家换一个不一样的。如果喜欢反光的，明天可以换回来。泡泡，谢谢泡泡的粉色保时捷哦，爱你！感谢泡泡，感谢支持。当，感谢支持，泡泡哥哥，你看得到那个榜八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，小姐姐就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美女哦。刚刚小姐姐有帮我拍一拍你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欢迎大家，好像空调开的有点高，还是热。欢迎大家，今天的太极拳。欢迎大家，
无情哥哥，你也可以看看这里哦，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是直播，欢迎哥哥们，00年的，22岁。欢迎大家，还有感谢关注哦。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个小车车。我都玩游戏，都玩，以前是游戏主播。姐姐她有拍一拍你哦，谢谢关注，你可以退一下波波间。喜欢的话也可以支持一个车车哟，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好热。可以的 ，AN 哥哥，可以的，萌萌呸，欢迎大家。没事的，大夏哥，基本上每天都会播。呀，感谢我 AN 老板。感谢支持，让我把这个放一下。感谢我 AN 哥，还有感谢你的墨镜哦。感谢安琪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支持，爱你哟。感谢安琪。安琪，你可以看得到那个榜九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小姐姐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美女，刚刚她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谢谢关注，欢迎大家。对，刚刚说的是粤语，我在广东长大，我1米55，80多斤。还有感谢墨镜，感谢琪姐，欢迎大家。就是上次一起跳舞的那个小姐姐，欢迎大家。还有感谢亲吻，我1米55，小个子。欢迎大家，这一场可能会下得快一点，因为待会儿我还要就是还有一场，所以可能会下得快一点点。欢迎大家，还有谢谢关注哦。我们还有最后要支持的观众老爷吗？因为待会儿可能瑶瑶会下一下，要回复一下各位支持的观众老爷们。
欢迎大家。还有没有支持的观众老爷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待会儿瑶瑶可能就下咯，欢迎大家。嗯，待会儿就下了。对的，半夏哥。嗯，好的，特特，没事。大家也可以看看这里哟，欢迎大家，也可以多多的支持一下。欢迎来到直播间。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多多的支持哦。谢谢灯牌，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多多的支持支持呢，可以支持一下小礼物哟。小飞过来了是吗？特特，感谢你，欢迎大家。还有谢谢灯牌，平时是干舞主播，感谢我特特老板，感谢支持，感谢特特老板，当当，感谢支持，嗯，当，爱你哦，感谢特特。酷酷哥哥还有小赵哥哥，大家也可以看看这里哟。嗯，特特哥哥，你看得到榜九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，小飞侠是之前和我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刚刚姐姐她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，欢迎大家。没事，恰恰我待会儿差不多就下了，谢谢灯牌。还有感谢棒棒糖，我们家还有没有走过路过的观众老爷支持支持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待会儿瑶瑶可能就下去喽，辛苦大家喽。今天辛苦大家的支持，待会瑶瑶可能就是要先下了，然后回复一下各位支持的观众老爷们，辛苦大家啦。啊啊，好的好的，主人，你的 ID 起的好可爱，叫主人，欢迎大家。哇，还有感谢我奇奇怪怪老板，感谢小哥哥开封的会员。哦，最近通宵播的少，感谢奇奇怪怪，感谢支持。感谢小哥哥开通的会员哦，感谢奇奇怪怪老板。奇奇怪怪小哥哥，你看得到我们榜十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，就是上次和瑶瑶一起跳舞的那个姐姐，刚刚姐姐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哇，还有感谢我往事大人，感谢支持，爱丽嘎多，还有谢谢关注，欢迎大家，感谢我往事老板，爱你哟。
住了。感谢支持，感谢往事老板。往事老板，你看得到榜十的小表单吗？上次我们一起跳舞的那个美女姐姐，姐姐刚刚有拍一拍你哦。当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双马尾的快乐。对，我现在鞋子基本不用看，因为老是偶尔大家有时候想看金身高，有时候想看鞋子。155八十多斤，可以给你看一下金身高。所以其实是小个子。小弟哥，你也可以看看这里哦。我们家如果没有观众了也还要支持的话，待会儿瑶瑶可能要先下一下，瑶瑶要先下一下，回复一下各位支持的观众老爷们，然后晚点可能再回来。今天辛苦大家了，我们待会儿见吧，辛苦大家了。哇，还有感谢我小弟老板，感谢支持，感谢我小弟老板，爱你。就感谢我小弟老板，小弟老板是私密号吗？小弟老板，你看得到榜十一的小姐姐吗？榜十一的小姐姐，小飞侠。哦，还有感谢我威逼老板，大气了，大气了。嗯，谢谢，感谢我威逼老板的大灰鸡，感谢支持。威逼老板还有小弟老板，可以看得到我们榜十二的小姐姐吗？小飞侠是上次一起和我跳舞的那个美女小姐姐，有拍一拍你哦，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双马尾的快乐。谢谢你的支持。哦，原来威逼哥是私密号吗？小弟哥哥好像也是私密号，小飞侠也是双马尾，欢迎大家。那瑶瑶可能就先下咯，先回复一下各位支持的观众老爷们，然后大家待会儿再见哦，辛苦大家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辛苦大家啦。辛苦大家了。